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Hello，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小梁，小梁的夜市的神罗。有错啊，看我这么累，这个夜市人生让我真的很累一下，因为每天吃吃睡有很多东西要做这样啊，希望我们过给请到人来帮忙我们这样子啊。现在我就要下着去 RNF 啦，因为今天呢这个礼拜是大影会来嘛，应该是很多 JB 人都会很喜欢他的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也会爆满啦，所以等下我到那边拍给你们看。我今天不会只拍他啦，我也是会去拍一些那什么特别商家可以玩，我就去找他们去玩就对了啦。 OK， 这里的人呢全部越来越厉害了啦，因为平时来这里 parking 是空空的，现在是已经满了，全部都会坐这个 buggy car 了，就不会阻碍到上面的交通啊。你们至少也要留一个位置给我啊，不然我这样介绍你们哦，那你们没有留一个位置给我，我要骂你嘞，是不是？我要上去被锁了。开工开工！哇，已经有忠实粉丝坐在第一排等了，真的是特地从昨天排到今天的，真的啊，大影你的 power 真的是不错这样。我们在设这个舞台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想到我们会有嘉宾会穿裙上来，所以哦，这里的风是很大的。等下你们看，等下大影的裙哦会这样飘，就这样飞。他来看大影了，一定。所以你昨天没有来？昨天有 event 没？所以你今天才来看呢、啊？有 event 我要来拍照。不是的。一定是来看大影。你知道大影今天要穿比基尼？你知道你没有穿比基尼，你都好过人吗？如果你底裤不要穿外面。哎、欸，你要去偷听还是衣服啊？我偷。啊？你会扫到衣服吗？我扫到头发。这个一扒就扒出来了，不是？你懂这个要怎样扒吗？你要扒这边，你拿住我 cam， 我教你们。OK， 来。OK， 你们遇到这样的 deck 哦，你们要拉这边。OK。拍我这边靠近了，靠拍那边拍手 OK 来拍手啊，看到吗？哎，结果什么的吗？还是一样啊，先断啊，没有很厉害咩？没有，很厉害。是你要扒这边，你要扒这个，他这会跑出来、啊、然后因为你烧到他有点软啊，然后哎，这样不 OK 吗？这样不要随随便便可以吗？没有，他现在试啊，这个不要说话吗？随便可以吗？不然我恐吓他。你哦，是哦，你是男生，我忘记掉，我在想说为什么？你有什么事？我一下忘记掉。那注意一点哦。我忘记掉你已经在我的团队里面了。我是。可以给我来一个热烈全场热烈掌声吗？永远都要记录起来嘛，因为人家不懂我们做马给做这么累的，这要拍给多马多看的。鱼蛋跟太奶。鱼蛋。我每一集的夜市的时候，我都会找一个商家来拍嘛。这样我今天我就介绍这个 Guilty 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老板可以看一下你的笑声。通常哦，人家问怎样看色啊，可能要拿一个布纸啊，还是什么、啊？然后不用了，我用拿一个笔就可以了。哎，盖写你看的，盖写完了，盖好哈。哎，你可以来，我给你们看，我用一支笔就可以整。你要没有跑到哦，是比较适合高档在 cafe 哦。现在去 JB 多数 cafe 都他们的 QD 啊，他们现在就很像在巴萨里面卖钻石的。对，没有人会在巴萨买钻石。哇，你们两个讲到这种东西啊，老哥今天哇你们啊。哎，老板，你可以介绍一下这瓶是什么吗？这瓶就是我们的制作过程。这样子放在里面，这是红茶，这一片片的就是酵母，它就是在里面 automatic 发酵。发酵还是发酵？发酵。这个是酵素还是酵素？酵素。哦，酵素。哦，真的是。你不要问他呀、啊、，ABC 啊。没有，你真的吗？你英文教育嘞？我不是，我打个圈。没有，因为这个我就要来证明一下。OK， 所以叫酵素啊。看啊，你打酵素啊。OK， 哦，没有。可是你打酵素。哎呦、啊，真的哦！
就我一次嘛。那个神力突然间跳出来，哎呀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又多一单了，哎，这，不好，这个东西会怎样写？那我这东西会帮助肠胃消化，就是大便大不出，多一点，然后捞塞。这样子 Andy 不也喝 ？Andy 每天大哦。还有什么口味？还有原味、百香果、火龙果，还有就四种吧，四种。难怪没有人买呀、啊。你讲样多，你要不要喝点？我喝不完，我不喜欢。喝了，你现在拍了，不可以再喝啊！我觉得奶茶比较喝一点。No！阿田你来买的。Organizer， 阿田你买的。阿田啥货货啊？阿田买也是用我钱买的啊！阿田还给我拿100块，因为我真的不喝酵素。不过你有喝酵素的人真的可以拿一喝，真的可以买一喝的，因为真的是健康啊，是不是？哎、啊，有开给费尔多啊，健康人的酵素啊，因为真的是听讲很好赚啊，所以很多人进嘛。你三个那边，好喝好喝。不要放，不要问啊！不要问，放在 Q 对吧 ？Q 的，然后不要问在下面。Thank you, Ian。你能爱自己跟神到底？最后一节都买完了，留到最后啊！各位，你真的看不起我？哇，真的没有那么好。谢谢，再给你拍照。OK， 谢谢你。喂，礼物收很多嘞，喂。你好。我的爱自己更深是最后一首还是第一首先？没有啦，你那第一首啊。很紧张嘞。第二首可以吗？第二首啊，你讲好了吗？第一首我这边都没有想。他不会，我是你点的哈，第一个就是点进去了。就圆满结束了啦，我不问我这夜市人会不会做到1088集啊，可是我会继续拍的，我会努力的拍，所以哦你们继续看下去啊，看我这个礼拜会再拍什么啊。喂，人间凉暖，如魂如花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